今年是香港传奇乐团 Beyond 成立30周年，也是灵魂人物黄家驹20周年的忌日。7月26日 ，Beyond Bass 手黄家驹的弟弟黄家强在台湾举办第一场个人演唱会，黄家强 is alright 向哥哥致敬，和台湾的歌迷一起悼念黄家驹。黄家强自然吸引了无数的忠实粉丝，看到粉丝很激动的他直言粉丝都长大了，感叹自己年华逝去。很久没来台湾，非常非常的想念你们。你们好吗？你们想我吗？太高兴了，今天真的很高兴。我们多久没见了？十几年了。你们都长大了。我变老了啊！虽然年华易逝，但 Beyond 的歌曲却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。